贝尔多，把眼睛闭上。 不许偷看啊，慢慢睁开。这是什么呀？秦桥。有奖问答，看你资料变得牢不牢。请问，秦桥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又要说让人听不懂的话了？其实没有那么复杂，你只要跟我说，秦桥是提琴的心脏就好。 带你去一个地方。这真的有流星吗？那就要看老天爷赏不赏脸了。最近这几天是观测天晴做流星雨的最佳时机。 今天月光算弱，有机会看得到。冷吗？冷的话，去车上等我。嗯，我就要在这等流星，我还要许愿呢。准备好要许什么愿了吗？嗯，那我得打好草稿。 在心里练一下，要不然我等会儿一下都说不完。怎么了？只要你愿意，就会有流星为你划过，实现你的愿望。不信，闭上眼睛。 怎么，你是打算给我变流星啊？睁开吧，流星来了。 谢谢你，谢谢你没有当着很多人的面，只是像这样安安静静的给我戴上戒指，没有煽情的音乐。
也没有说嫁给我好吗？只有我们两个人。当初在餐厅我还以为……餐厅怎么了？你给我的项链我也特别喜欢。啊，你看是谁在今天放烟花？是你吗？流星雨是属于大家的，这个烟花是属于我们两个人。还有这一刻是属于你的。怎么了？我现在好紧张啊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不紧张啊？紧张什么？以前不都见过吗？现在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了？以前是假的，现在是真的。所以呢？所以，假的你都能应付得了，真的话你一定可以的。来，走吧，下来。回来了。嗯，来了。叔叔，哎，给您呢。谢谢谢谢。二哥渴了吧？哎，王嫂。哎，不渴不渴。嗯，哎，坐坐坐坐。叔叔阿姨，那个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，希望你们能喜欢。哎呀，耳朵你真的是太隐心了。说实话，我们全家都爱吃这种蛋糕。您喜欢就好，叔叔，嗯，你也喜欢啊？真有艺术感，耳朵，你眼光真好。过奖了，过奖了，叔叔。可以吃饭了。好的，好的。那我们吃饭。走吧。啊啊！吃饭去，吃饭去。来，来，来，来。来，吃菜。对。你也吃啊。儿子，多吃点。谢谢，我来就好。哎，等你明年过生日啊，我给你买个戒指，取名就叫“你是我今生的唯一”，如何呀？哎呀，孩子们都在呢，说什么呢你？这是我家，他要是不高兴，可以回自己家去。我们吃完就走。儿子，你爸不是那个意思啊。从进这里就没理过我，我应该不是他儿子吧？我有耳朵这个儿媳妇就行了，下次你也不用回来了。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娶进门，再生个孩子就功德圆满喽。别忘了，结婚时这个戒指可不行的。当然，过段时间再去给你买一个戒指。啊！
耳朵啊，这是我自制的杨梅酒，味道很不错，特别的好喝，你尝尝。来来来，来碰一下。怎么样，耳朵，好喝吧？好喝啊，好喝好喝。再来一杯啊。这个梅子酒啊，不醉不醉。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哎呀，你少喝点。哎，没事的，多喝一点嘛。耳朵，我敬你一杯啊。耳朵，来。哎，酒真不错，是吧？来，再来一杯啊，再来点。好了好了，哎呀，没事的，这我自制的，没有酒。没事。来来来来，我替他喝，我替他喝吧。哎，没你事儿。哎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敬我儿媳妇儿，没你事儿。耳朵酒量真好，酒量好。耳朵，妈，别叫他了，我带他回去。哦，那你路上小心点儿，别做坏事啊。哎呀，你看你爸，没个正经。耳朵，注意啊，小心点儿。走了啊，小心啊。舒卫，把耳朵交给我吧，我带他去逛逛街啊。嗯，让他好好陪陪您吧。嗯，去吧。好了好了，快上车吧。去吧。小心啊。拜拜。这件啊，嗯，哎呀，会不会太年轻了？我这年龄会不会有点装嫩啊？怎么会？这件衣服最显气质了，而且应该会显得肤色特别白，本来你就白，要不试试看？好，听你的，来就试试。服务员，真好看哎！是吗？真的好看，叶叔叔看上一定喜欢。哎呀，那会儿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谈恋爱，他经常给我买衣服，还有首饰什么的。哎呀，这些东西啊，我都存着呢。哎，现在有五大箱子了啊，大小是。啊，叶叔叔是真的很爱你啊。是，还是挺疼爱的。就这方面啊，就甭提了，其他方面啊，真是有求必应。行啦，就别羡慕我啦。我跟你说，我那儿子在这方面啊，可是挺像他爸爸的啊。来，我们坐下聊吧。哎，耳朵，你看，只有前几天收拾首饰的时候，觉得这副耳环特别的适合。今天把它拿过来送给你。阿姨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的。哎，那可不行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跟他爸谈恋爱的时候，他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。现在送给你呀，也算是一代传一代了啊。不行的，阿姨。哎，就甭跟我客气了，收着吧，啊，听话。嗯。